大家好，最近老乡那个厂里很忙啊，没有及时更新视频。今天晚上趁有点空哈，带臭牛来这个网红还街这叫里，臭牛，来这里玩一下哈。哇，今天这里面好玩的啊，不知道哎，红花山庄，走进去瞧一瞧。进去看一下。臭牛下来走。没带摄影相机啊？啊，走，进去走，过来，先报到后面。哇，快来哟、哦！相机来，相机来，宝贝，相机来。对，来了。你看他放妈妈不记，相机来。快点，爸爸来了，对，来喽。这里是吃饭的，三丁的还是什么？吃饭的地方，吃饭唱歌都有吧？小妮儿，来跟爸爸去。好漂亮啊，这里面，哇，装修的好，好漂亮啊！吃饭的啊。下次带你来试一下。这里啊，我都怕蚊子。走，臭牛。宝贝，不要叫他臭牛好不好？我叫你凯多，这里啊，听话。叫任贤哈，叫名字。兄弟，要不我们去唱首歌吧？你呀、啊。难得今天下的早班。哦，叫你唱一首什么歌啊？感恩。感恩呐、啊。是换一首吧，为什么不会啊？唱一首最近很流行的《江南》。江南啊，会吗？会呀、啊。走，走。对，我们去看爸爸唱歌。走，宝贝。走，给爸爸唱一首歌吧。既然爸爸很久没听见你唱歌了。对呀、啊，唱歌也是一种放松，知道吗？是啊，那你这几天累了，你就放松一下吧。啊。我跟妮妮做你的观众。好嘞。走。一，开始比赛，比赛的我来，比赛走路。好。行。
想起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什么就睡觉了，就睡觉了，我们不用了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牛现在睡觉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哦，现在才八点多。你看一出来的就睡着了，望一下的就自然就这样抱着就睡着了。嗯。回去放床，回去放床上睡吧。是啊。回去了啊。你不唱一首啊？我还是算了吧。要胆子大，知道不？像我。觉得你还是多练练一下歌，有时间多唱一下歌，直播唱歌，是吧？我就算了。回去了啊。回去了。